光纤接口，插是直接插的。那你玩 PS 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吗？ 嗯。这个拍一下，这个地方。 就是我没有办法同时把连着 PS4 跟电脑，因为这根线太短，我先把线接着。那你以后准备只用这个玩 PS4 吗？没有啊，也可以用玩电脑啊，但是就照着把线插上去了。那也太麻烦了吧！一头接在
这是什么？这是它的那个发射盒，发射信号。对，其实它可以传送一个信号。它本身是蓝牙的吗？它本身也有蓝牙，我看着电脑说明。哦，那你以后可以用蓝牙接电脑，然后用光纤接 PS 吗？那这边有光线，有字。Choose a source to begin. You can always change sources from the menu. Next. S4 PC. Congratulations, your Arctis Pro wireless is configured. Power on the headset. 对啊。OK,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电池，可以把这个小电池插到这里，就可以充电了。充电电源在这儿呢。咦，哦，有电了，电了。哇，很好吗？效果